今天的天气太好了，非常非常暖和。当然，今天也要育种啦。昨天把所有今天要育种的种子给找出来了，今天还要育种花儿。很多的花儿，有瑞典这边买的，也有很多花儿是从中国买过来的。但是种子比较沉了，所以呢，今天要把它们全种了。可以把这些花儿按照高矮种在菜的中间。花在绿叶菜的映衬下会更加漂亮，因为种子比较沉，所以我把所有的种子都用了，还是在育种盘里头育，外面套着泡沫塑料盒子，放上土。有的花种子非常非常小，育种这么多品种的花非常非常费时间，我大概用了1个多小时才育种完，把花的标签也写好了。太阳公公晒在我后背上，暖洋洋的，最后再浇上水就好了，还是像老样子放到阳光房。今天又育种了2种向日葵，今年我家菜园就叫向日葵菜园。又用15分钟的时间，用竹竿和 PVC 管把爬藤豆角的通道基本上做好了，还没做好，明天接着做。干完活了，我也该去上班了。再见啦。